第209集，芝林片爪。其中最惹人眼球的是一株高达7-8米、藤蔓枝叶茂盛的、占据了20-30个平方米的玫瑰花。这只玫瑰花原本只有1米多高，但被雪岭神鹰的血液浇灌之后啊，就开始了疯长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样。最起码北风走的时候，这株玫瑰花的主干只有婴儿胳膊粗细，出去几天回来之后啊，现在就已经长到了成人大腿粗细了。粗壮的主干表面纷纷开裂，如同囚笼一般的盘绕着，一朵朵艳红如血的妖叶花朵随风摇曳着，带起了一股股特殊的香味，让人如同身处阳光明媚的鸟语花香的地方一般。丁，发现一级物品玫瑰，由普通玫瑰吸收雪岭神鹰血液与天地灵气之后变异而成的，结出的果实可提取精油，具有抚平伤疤、去除皱纹、美白肌肤的作用，垂钓经验增加零。北风摸着如同囚笼一般的主干，突然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，居然连一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玫瑰花都变成了一级灵药了。北风有些哭笑不得，不过这株玫瑰花的作用也是有限，侧重的不是辅助人修炼，而是生活方面的。北风也没有去管它，就让它接着生长吧，反正看起来倒是挺赏心悦目的。几百朵莲花般庞大的花朵，3-2的簇拥在一起绽放，看起来也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。离着花园远了一点，北风开始修行形意拳中的鹰形拳。鹰是一种食肉类的猛禽，它体态雄伟，性情凶猛，有着一副强壮的脚和锋利的爪，便于捕捉动物和撕破动物的皮肉，它的损大且锋利无比。而形意拳中的鹰形呢，也是如此，讲究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则是一击必杀。上手休息以后，北风才发现自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练成雄形有多么的幸运，一招一式虎虎生风，看似强大，实则却是花架子样子货，出手之余全是破绽。在北风强大的精神之下，大量的错误被一一的改正，一下午的时间已经是练得有模有样了。远在幽州的一栋别墅中，秦无天轻轻地用手指敲击着桌面，下方单膝跪着两个人，头深深地低着，不敢直视秦无天。秦无天的眼神并没有停留在两个人的身上，如同一座悠悠不见底的深潭，口中轻声问道，你们告诉我，查了这么久却是什么也没有查到，属下无能，只查探到族长曾经亲自带着秦羽等人前往过青城，至于去做了些什么确实没有查探到。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秦无天的脸色，才接口说道，不过属下查到前不久秦一再次去了青城，不过当天就回来了，至于其他详细的事情，属下害怕再查下去就会被发现，所以没能查探出来。说完，房间之内就陷入沉静，一股无形的压力在房间之中慢慢的升起，咚咚，一声声手指敲击桌面的声响传来，像是敲击在两个人的心头一般。下去吧，良久秦无天才淡淡的开口，顿时让单膝跪地的两个人如蒙大赦，恭敬地行了一礼，而后告退了。秦无天起身，看着窗户外厚厚的云层，呐呐自语着，我亲爱的父亲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从前一段时间开始，秦无天就觉得秦无法有些不太对劲，特别是前几天更是如此，好像突然对自己有些疏远了起来。联想到自己刚才听到的消息，
秦无天觉得肯定是与秦一出去办事有关。不管怎么样，秦家族长之位我拿定了，谁也无法阻止。一头似被笼罩的迷雾中，看不清切的巨兽虚影在秦无天的背后浮现出来，一闪而逝。秦家族长之位向来只看能力不看血统，只要你足够出色，谁能压服所有年轻一代登顶的少族长之位，那就是属于谁的，而不是族长的儿子就是少族长。少族长更多的像是一种职务，而不是一个名称。秦无天就是这一代的少族长，压下所有3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。但只要还没有正式的交接，一旦有人发起挑战击败少族长，就能够取而代之。而少族长成长起来之后，族长就会自动的退位成为长老，去追求武道的更高境界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5天，天气越发的寒冷。虽然地处南方没有下雪，但是温度也只有几度而已。刺啦一声，一阵阵如同划破布匹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听得让人毛骨悚然。走过玫瑰花海的遮挡，北风正在空地上上下翻腾着，手掌千变万化，时而如爪，时而如笋。当北风的手掌弯曲如爪的时候，一道1米多长、大如铁石一般的利爪就出现，包裹着北风的手掌，如同实质一般。一道道似刀子一样的气流从爪子上挥向八方。哎，还是不行啊！北风看着一片狼藉的地面，如同被犁过一般，到处都是一条条深深的沟壑。看着自己的杰作，北风却是不满意地摇了摇头，情绪有些波动。这些天来，北风一直沉迷于鹰形拳中，却只能做到幻化出来芝林片爪，无法像雄形拳那样出现完整的意象。虽然此时的鹰形拳威力已经不俗了，但是比起雄形拳来则是差了10倍不止。我学习雄形拳的时候，是因为我观摩了巨型的动作而创造出了巨雄肌，所以在修行雄形拳的时候一脉相承，修行时没有遇见问题。北风默默地思考着，鹰形拳只是现在这样，可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。但修行鹰形拳的时候，我却没有修习雄形拳时那样的底蕴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不够了解鹰。北风想到了问题所在，归根结底啊，就是因为这形意拳是脱胎于各种动物的身上，而自己没有亲身去感受过鹰，自然不可能练成。找到问题的所在之后，北风决定哪天有时间回青岭山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头神俊的大鹰。其实北风也知道，既然这雄形拳的原理是熊皮，那么其余11种形意拳的原型又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动物呢？但可惜的是，丹霞子也不知道其余的11种形意拳所对应的原型是什么。或许有机会，我应该去形意门登门拜访一下。北风想了一下，觉得形意门中绝对会有自己想要的答案。